今天下雨，带小明去二阳家，主要目的就是带小明让二姨给他配点中药。小明不是身体一直在虚弱吗？去配两副中药给小明调养下身体，出发。二姨家面每天他们吃米的话都在外头买，所以说其他东西啊，像那些水果之类的东西啊，我不买的话就买点实际的东西，不行也不容易贵的吃。买点米啊，买副油。哎，买点米啊，买点油。那些面条上次我买过去，二姨给我退回来，他不喜欢吃面条。那个米也可以。那个好，你那个好多斤呐、啊？这个米要么都30斤，要么都25斤的。应该只有20斤喽。那么可能只有20斤要吃不吃的？这也得大些吧，那个。我看好多斤的哈。10公斤20斤。对呀、啊，那个才是25斤，那个30斤。那个10公斤。10公斤呐，那个看起大些。准备好些。那行吧。还有小米。嗯。看看是哪里生产的啊？浙江下湖北。挨着你买油，那个放那地方拿回油哈。嗯，就在你旁边拿油。哦，有油吗？金龙油好像。那个金龙油哈。可以、啊。嗯，可以吗？嗯。还没多少。后面我咋只有这些啊？在屋头。哎，大二爷。他出去耍去了，等你回来。我上次到中华来的吧。我跟小姨两个一个买单的。因为他们真没得钱哈。没事，你进去嘛，我来管。那个都像你们转起来的虫草股啊。哎，我们光折的这个包包儿。啊，就是。对。这个包包儿的。香的那个。嗯，那个是么子？核桃哈。是不？对，那不叫吃哦。那个是啥？二爷。你这个时候穿裙子哦。这个时候。哎，可以穿噻。年轻还是可以穿。穿，但是回来有时候回来的嘛，穿上下去最过性。你走上那些不是可以穿？穿上的时候可以穿。啊，裙子。我们这次是嘛，有点冷，那些有时候的天冷了就。外面穿个外套。回来那只先打个衣服，你怕这个天气。只有带个衣服，然后再带个厚。外头外面穿个外套。对，外头穿个外套，只有带个。我说我买了长袖。我穿那个不行的嘛，要穿服。装的嘛，先出去打萝卜穿服装嘛。只要我这个情况，我是好好的感谢。那个什么主意哦？又可以治痛、治牛、治晕，那些药你根本上。叫么子名字？长起像山芋的形式。
三欧啊，像三欧的那个叶子啊，哦，腐烂呐，这个都几几块钱。杰西而已，杰西杰西，那药的话是要用钱买才是有效果啊。哎，多少给点儿？拿起拿起而已，拿起。哎呦，真的是。拿起在那儿。哎，是的。大儿一天天在坡上一挖，辛辛苦苦的日子了。一天三次。二一天忙，一个人忙得很。走，要得。二爷个辛苦点而已，辛苦了点儿，辛苦了。谢谢，谢谢。而且你个人要不没油的话，要点油在这也行。好，好，要多少要点油在这，喝起整起它滋润些嘛。嗯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你先二十四，妈，你都光那么买起来了，没有，没有么子。嗯，就像那个整那个去，的时候清早整。啊，早上整。哎，早上整来没去换的时候整来去。好好好，整来去。当起早餐那么去。我那天看到二爷没有整得起，如果你买稀奇的，嗯，谢谢你自己都不舍得起。那个东西只是也是你真的不用弄到那个都舍。对对对，哎，好多放心，那我来自己包起。哎，包起好了。包起，莫要倒过的。哎，对的，好是莫要包起，莫要倒过的。你要那个，你看到匀到起，你把它刮出来，看匀到起，只要记得你那个匀到起，那个整多整个三四道起，好好好。
哎，那个你是真正的关起啊。嗯，好的，好的。